在泰国的大城地区，我们在日本的泰昌新天寻宝地点来的，我们黄金船已经在泰国新天鹅堡边境寻宝。我们今天黄金船在旁边是的，今天的黄金船已经在德国的布哈，咱们今天黄金船，今天的黄金船已经来到了泰国的曼谷市寻宝。黄金船已收视无敌，萨瓦迪卡。欢迎观众朋友再度按时收看《黄金传奇》两天精彩回顾。是的，在上个礼拜呢，我们已经回顾了这个回顾片的上集，太上集呢。哎，是在那一次呢，我们看到了有国内还有东南亚地区的精彩回顾。是呢。但是呢，上一次可能有些朋友，哎呀，一个不小心没有看到哦。但是今天呢、啊，一定要很小心啊。我们今天啊的这个回顾也很精彩啊，所以要把自己啊定在那个电视机前面，千万不要闪失了。我们节目呢。是今天播下集的，是啊，一年只能看到一次的内容，而且这个内容一次就看一年，一年的分量一次看，你说你今天不看，什么时候看？你要马上打电话通知你的亲朋跟好友，大家来哦，来哦，高雄哦，来哦，刚刚大家就讲完，哇。有些什么样的精彩回顾呢？除了有国内的部分之外呢，我们还要去 Hello Kitty 啊，最盛行的一个国家日本哦，还有就是浪漫唯美的加拿大，另外就是黄金传奇五年来首次踏入的一个土地，就是韩国。干嘛？好烦啊！韩国。哎，但是我们的节目今天下集啊，我们一开始秉持着我们最近目前在推动的有没有？内政部部长在推动的这个根留台湾的精神，立足台湾，放眼天下。现在是根留台湾吗？好不好，我们先跟留台湾，我们把这个先来台湾走透透，先来介绍，好好介绍一篇所谓的辛酸啼笑篇。哦，这个要好好解释，什么叫做辛酸？什么辛酸？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深坑有一个刮痧的师傅？刮痧哦，腰瘦啊，腰瘦腰瘦啊，那个师傅啊笑眯眯的有没有？但是弄得我们每一个人刮的是呼天抢地。那时候很想跟他讲说，哦，我你坐下来，我好你刮，我替你刮，我给你刮，我给你刮，混腰瘦。那这个是心酸呢、啊？什么叫 K 笑呢？哦，我们的那个南洋歌仔戏团呢，是不是南洋？秋瓜戏，我们秋瓜戏。哎，我们演的歌仔戏啊，我们可以说演的是一本正经的。是啊，我们是尽量都不笑，旁边人都在 K 笑，他们笑到 K 笑，笑到中邪了，好不好？他们以为我们，然后老师团长以为我们在整笑。哎，到底曾国城是 K 笑还是整笑？哎，我们看了就知道。哎，这个我们经常会。
找五位现场的观众，我们来看谁比较漂亮。好，我们找这位男生，你抢镜头。好了，你被戏啊？事实如此啊，他们就还比较像埃及艳后啊。他今天是白人，好不好？黑人嘛。我们同情他好不好？好。要不然的话，他可能快赢。不要太同情我。啊，给你了。我。新的哈，哎呀，这一只手没有受伤。张主任，补课在哪里？来，体温。好在你就两脚跨在他的脚旁边，然后请他把手搭在你的肩膀上，拉着他的腰际，把他抱上床去。一二三，住手！不能看到。我不依，为什么我要跟何家欣？加油的！吸奶，第二个字，胀奶，头发，喝奶茶，来答对了，是喝奶茶，这么好猜吗？吸，来，我们现在第二题，我换人了吗？没有，再比一次，四个字，第四个字，没关系哦。肥啊！第一个字，吃啊！我去你的，你个戏呀！第一个字是吃。我们带来这首歌《流浪到淡水》，希望各位喜欢。小公牛，哇！冠军耶！耶！冠军！
吃完就这样往后一退。你干嘛？我没有了，我没有了。吃。限时多久？一分钟。一分钟。哦。哎呀！不容易。还要顾顾的哦，哎呀，我知道呢。哦，有了，漂亮漂亮。要完了啦！你们摔死了！不骗你，你就摸摸他，摸摸他，我们一起受罚就行。哎呦！我做不到，他会不会咬人呐？我也是太轻嘴了。以前小时候，我爸煮鳗鱼汤，你知道吗？然后那个鳗鱼，我觉得鳗鱼会出来报仇的。现在是报仇的好时候。因为那个时候那个鳗鱼哦。啊！是啊是啊，可以哦。6、5、4、3、2、1，不错不错不错。不要管他，你刚刚身手异处算。我以为他也不会再起来了。就这样躺着，这样就好了。这样躺就好了。上帝又是派你来毁灭我。你这样教我，上帝又是派你来毁灭我。不然你就把你在纸上拍的五页的方式。哎，两节变三节了，完了，四节变四节。黏住了，哎，而且我手打不开，你知道吗？你干嘛给他分析啦？啊！你那个水他根本粘不住呢。头碎了，换头。可以。可以换头吗？哪里好？好骂人，他的头屑哪里得罪你了？你要这样对人？我哪知道他那么脆弱？蛮好摸的，蛮好摸的。啊，不用，蛮好摸。没有毛啦。我不会啦，不会啦。怎么了？不要浪费时间。你们先吧。怪怪的，来吧来。对，完成你们。哎，这历史首演。有一次我们在办蜂巢。蜂巢我知道。我们就一人两只，是不是？好了，我这样。他不会吃人啊。一人一只还是两只？男生帮忙，你摆在这。这样就好了。你摆在上面。它很软哈，软软的。快点啊，快点，在哪里玩蜂巢去？两只啊。那边两只了，两只。又哭了，我不晓得，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吓自己，我都把自己吓大了。你看，我就觉得那个毛毛虫虽然隔着衣服，我都可以感觉到它那个脚，它的所有的触角碰到我的皮肤。你本来就是一个很敏感的人，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可是这就让我想到以前有没有，我们不是喂羊奶吗？我第一次喂羊奶的时候，我就蹲挤羊奶，喂羊奶，挤羊奶，挤羊奶的时候，我就蹲在那个羊的那个前面，我们两个就互看，然后一直在。就说对不起哦，对不起哦，然后就动不了手。对不起什么？不是砍他头，你对不起什么？后来我想了半天，我到底是什么问题？所以我想通没有？想通了。我问题是，我觉得我对他没有礼貌。没有经过他的同意说，干什么、啊？后来有人讲说，那你为什么不在家自己先试试看？后来我就觉得更没有礼貌，就是换那个人没礼貌。对，怎么可以这样要求你？对，因为那个愚公移山一样，怎么可能？因为他感觉更不一样了。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是我们的精彩的动物奇观呢。这动物奇观看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是人类大观园。什么叫人类大观园呢？人类大观园，就是什么各式各样什么样的人都有喽。
哦，其中当然最精彩的就一定要提的就是我们那个小迷糊徐子欣和过动儿王耀庆。哎，所以到这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想上厕所的朋友马上离开，马上回来，别马上回来。香港啦啦，哎，你怪怪的，你是最近比赛输怕了？谁输怕？是黄金船就要去香港了耶！什么？我们要去香港？那赶快存私房钱去 shopping。哦吼，我留着大肚子去大吃大喝呢。哎呀，我可以去海洋公园坐云霄飞车了。嗯，我要坐东方明珠去游船河。还可以去太平山看夜景。别走了，赶跟我们去黄金船香港寻宝之旅。The美丽的香港啦啦，香港啦啦。东方之珠香港，我们又来了。究竟香港拥有什么样无限变化的魅力，让每天都有无数的游客不断地挤进这弹丸之地呢？是富丽堂皇的海上玄宫，世界享受的美味料理，还是师傅手中那把大火快炒？我看不止吧。嗨，那就赶快报名黄金传奇香港寻宝之旅，报名专线02-2357-2211，只要动作够快就带你去台台咯。Yes, 黄金传奇，精彩可期。先要唱这个，然后看谁回答你们这个。听过价钱吗？好，可以。找完两遍，要问到一个人唱下面那个答案。来来来，听过价钱吗？想难干老说吧。不在唱呀，不是都唔唱得唱啊！好，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这个大概是一个鸡的笼子，有没有？然后有蛋，是不是？鸡的笼子，然后没有，这是电灯啊，这是小鸡。看这个东西，小鸡，小鸡，小鸡，应该是。哎，太太，就问一下，咱家都有这？有这像类似这种。像这种的有家人啊有无？啊有电话机啊？对，家人啊，即卖无啊。无啊。家人啊，即卖无啊。即卖无啊。你讲啥？即卖都有。都有。领导。领导。哦，阿妈。领导位。领导坐坐到位。新店哦。真的打了，真的打了。
跳舞的，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三，叫休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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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鸡叫啥声都跳过。对，叫啥声？叫啦。跳过诶。叫。乐器。来。跳过诶。乐器。拜拜真正看到这个节目，改变你的一生啊！若是无看这个节目，你要看医生啊！看医生啊！来，今天呢，我们黄金传奇五周年特别节目，特别呢，利用了这样一个人最多的地方，而且是最热闹、最有人情味的地方，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表演。所以带来一首好听的快节奏歌曲《热线你和我》，好不好？两位啊，可以说在我们节目里面呢，可以说效果相当的特殊啊。对啊，效果不一样。哎，尤其我们的莉亚莉娅。啊，骂脏话，可以骂人那么流利啊。莉娅林杰呢，你讲得很难听啊，问人家父母亲了。好，另外一位呢，更在自己的这个故乡啊，哦，表演的电子花车啊，对不对？生平这第一次首次尝试，对啊，这个连续剧里面的不得了那种清纯少男，对不对？少女杀手突然在我们黄金传奇跳电子花，真的是全新的一个经验跟一个感觉了，在那样的一个场合，然后不计形象大胆演出。其实因为你综艺比较少上，大家反而从黄金传奇看到你很真实的一面，对，你是个相当活泼的过动儿，你两个是完全不同的典型。哪一些关卡你比较害怕？动脑的。你保不久换不过来，题目给你不能动脑。
你还真会吃会喝的，什么东西啊你？你不要讲话。我喜欢吃东西的。哎，它就有这功能，真的是在德国什么节目不能吃东西啊？要花多少钱？你跟我讲，你去买。在黄金里头倒是吃了不少东西。对啊对啊，像上次去戏子去吃那个桂啊，都记得哎，说照桂，就我第二天就自己去买了。那黄金传奇不介绍，我就不知道有那家店。真的吗？真的不知道。这是我们对你的贡献了。对啊。那要帮我们节目打个金牌啊，做个匾额什么，功在党国，功在乡里啊。等到股票涨了，我再。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看我们去日本又去玩了一些什么地方。其实我们黄金传奇啊，每一年啊，几乎都一定会去日本。那么2000年我们在日本又玩了一些什么？那日本听说呢是我们黄金传奇的第二故乡嘛。哎。我们有大部分的篇幅在那边啊，所以待会我想你们也不要走，别急着走。好吧，吃个饭的，聊一聊吧。我们要去买贵，对不起。日本的这一段也有邀请啊，对啊，对不对？等一下我们聊一下吧。我没说要走啊。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美丽香港啦啦。哎，你贵贵的，你是最近比赛输怕了？谁输怕？是黄金传奇要去香港了耶！什么？我们要去香港？那赶快存私房钱去 shopping。哦，我留着大肚子去大吃大喝呢。哎呀，我可以去海洋公园坐云霄飞车了。嗯，我要坐东方明珠去游船河。还可以去太平山看夜景。别走了，赶紧跟我们去黄金传奇香港寻宝之旅。这美丽的香港啦啦，香港啦啦，香港啦啦。绚烂的夜景只在最耀眼的地方发光，高速公路上的车潮快够快了吧，但是啊，再快也比不上光的速度快。香港光速的夜景只为欣赏它的人而发射，在一整天的吃喝玩乐之后呢，点亮七彩霓虹的城市还是叫你停不下来，因为啊，还有更好玩的夜生活张开了双手等着你。赶快报名黄金传奇香港寻宝之旅，报名专线02-2357-2211，让你不停发光一整夜。Yes， 黄金传奇漂亮出击。欢迎回到我们的黄金传奇2000精彩回顾。接下来这一段呢，我们要看的是日本。话说这日本真的可以说是我们黄金传奇的第二故乡啊，几乎我们每年呢，至少要去一次以上的日本。不过在2000年的这一年里头呢，我们去的日本呢有一个小小的变化，那就是讲讲讲讲，两位主持人居然有一位不客出席，这是我们黄金5年以来第一次有主持人被换掉了，干嘛？干嘛？干嘛？哎，我这个模范生呐，真是。这5年下来200-300集了，好不好？近300集的内容，我竟然留下了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污点。这污点让我觉得，其实你要不要这么说？我是人在曹营心在汉这样子。我真的，我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当时发生那样的状况，其实不足为外人道。我不能到现场，我感到相当的笃定，我不会再犯下一次的错误。这样，你不用担心。我真的怕见不到大家。你安心的走吧，我会帮你照顾好大家的。可是那一次你没有来，真的在网络上引起大家的讨论。啊，曾国成。他不做了吗？他都很怀疑，你知道吗？可是其实那一次，其实我也很客气，我没有因为你没有来，我就对那个歪哥那一次来代班嘛，我没有因此这样子，我就连赢歪哥2集，没有放了，让他好过一点。听说歪哥那天表现相当的失常，不过听说王妈呢，竟然在我还没有到，趁我没到以前。弄了一个叫做什么109辣妹妆啊，烤肉妆啊，对对对对，晒伤妆有没有？整个那个涂黑嘛，用掉我们那个御用化妆师 Vivi 2条粉底。御用化妆师，我居然错失了当场发表感言的机会，我觉得好痛，好心痛啊。是啊，心痛的是大家刷卡才刷得痛啊。真痛，每个都在哭了。好乖，不要再提了。我们现在就来看日本的精彩回顾。来，请看。好可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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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
的 Hello Kitty。 我好像以为要找鼓掌。没有，他本来就真的没有。他刚才没有，他刚才出现把我吓一跳的。反正我刚才看一直有啊。我们找到了，就是他。好了，你休息休息，你先练，你先练。我看上了，母师妹。OK OK OK。你们的玩走嘞。这个慢点。快点，哎，对了，耶。歪哥在哪里呀、啊？我在这里。在哪里呀、啊？哇哦！烤肉妹，烤肉妹，看一下。来，各位观众朋友，这是今年呢最流行的东京烤肉妹，109，回到她这个往年的身材啊，哈，好吗？有日本到欧美去买，这个一定是她的 size。我跟你讲，漂亮可爱的绝对没有我的 size。相信我，我一辈子跟漂亮可爱的那个。两个人当街讨论起内衣。30年后可以来巡回。哦，看，这时候看到的脸，哎，好美啊！你的脸，看不到你的脸。旁边，你看那边还有海豚呢。哦，那就有鱼耶。哎，你看，你看，海洋世界。哦，它飙好快哦！现在已经到了100公尺了。你现在脸变怎么样？哎，赶快吞口水，大家等一下会耳鸣，快点。没有没有，你现在的脸好像跟外太空来的，跟 ET 好像，就是。特色，我们待会的脸会不会变掉？因为飞太快了，脸。会会会，好像在太空梭里面哈。你现在白衣服都变已经到60楼了，已经到60楼，我天哪，好快哦！可是不会耳鸣哎，哇，这是油漆笔啊！再换一次，再换一次。哦，橙色。Pizza。啊？注意哈，你们画的时候那个笔画不要很碎的，要这边画一画，那边画一画，这边画。OK。場所です。場所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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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给他画背后的。はい。あ。耶！完成不羁。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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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答案就是我们的。他去哪里？完成不羁，富士山。万岁！满载！满载！满载！传奇拍案惊奇。
尤其那啦尤那啦，
哎，很过瘾。高大哥，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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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进。现在还穿着红色的，哦，不是，对，刚刚走了一个小迷糊，来了一个老顽童。喂，什么发？老男子。哎，什么发？哎，这个呢，我们的包大哥呢，跟我们的王耀庭一样呢，在我们节目录了六次了。啊，六次了。但是战绩不太一样，说。战绩啊，我一直是保持常胜。你们俩刚好相反。包大哥是四胜二负。啊，你是两胜四负。哎呀，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嘛，要给年轻人努力的空间嘛。这样子哈，这一次就是说，像刚我们看，这是在日本嘛。对。在日本真的是跑呆了。在，尤其在元素那一集，在代木公园，就是刚刚我们那一集，就是跑到死啊！你真的，那就元素嘛，那是因为我们前一集红队输了，我们输嘛，我们是在那个什么台场嘛，台场上输的嘛，那因为他带儿子，你知道吗？开玩笑，做老爸的带着儿子输了一集，那面子，哎呦，你会以为有儿子耽误你的吗？他是没耽误我，但是他影响我很多了。因为我会担心他嘛，因为他在那边有没有在一直在那晃那个 ski？ 你绑在代木公园？什么时候把他绑到代木啊？哎，但话说回来，我讲真的，自从就是我们这几集下录下来，大家的感情更融洽。你看我跟耀庆啊，跟纪中平啊，跟很多人。哎，大家感情都很好，一起这样以前还有以前还有作秀啊，对，以前我们一个礼拜在后台，大家还很容易同档，人家一档就档就几个月下来，现在没有啊，没有三五天相处在一起的机会。对啊，一般综艺节目的可能大家就是玩个游戏啊，好，再见，走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黄金传奇有点像以前有一个节目，什么节目？友情。太冷了一点，是好久以前，我都没听过这个节目名称。我的意思是感觉很温暖，承担形象。我们节目要不要改成黄金传奇幕后大点灯？哎，那就是这两次他们其实都是第一次跟我们出国，都是第一次吗？对，而且是我第一次参加黄金传奇录影。他的处女座就交到日本，你这不能讲，很多人会点头。你真的吗？人家包大哥在国内至少要两次才。哦，真的。可是我有回馈啊，像国内观众你们有福了，一定要看黄金传奇的节目，因为我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染头发。哦，而且对，他做回顾，你要特别做成这种。接下来这镜头，而且这是对，而且这是唯一我上的一个节目，而且再也不曝光了，他接下来就没没有了，就没有了。对他很多毛都没了。你要拍？为了以示决心，这次这个只有为了黄金传奇才染的话，我明天我就把它剪掉，不要了。也就是说，你这个头发只有这个节目看得到。没错。哎，你说给大家听，刚刚我们在录影前说你爸爸看到你染回去，爸爸看到的反应，好好笑。说看，好好笑，他爸爸的反应。等讲。因为我刚染完，因为我染完之后回家，因为这个颜色蛮难染的，那也蛮特殊的。要先漂过。对，要先漂过才能染上去。我回家的时候，我爸来打电话，然后我回家我就这样故意给他看到这样子，那我爸这样盯着我看，然后就说：“哎，你是干什么？”我说没有，我染头发。我说我知道你染头发了，你为什么染这个样子？我说，因为我过两天要剃掉了，我就想说趁现在染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嘛。他就看着我，他就叫我妹妹王一文去拿照相机来，我儿子太屌了，哇，他染这个颜色。然后还有这样的，有点跑一下的。好像那个手机广告，可爱哥，有个手机广告就是你越不喜欢的，就是你儿子要的东西。哦，对。可是我爸盯我看一下，太屌了，我们合照一下。其实啊，你来节目啊，你第一次跟我们出国，那时候有很多人提醒你说，因为你是拍戏的，怕你呢，因为毕竟你就是荧幕上的形象哦，对，怕你不知道这节目的效果在哪里。对，突然跟我们出国的，必须在国内累积两三次以上优秀的表现以后，经过我们有关单位会诊，一起签名盖章之后，这才可以。对啊，这才可以说的是，说的是呢，对。不过他后来回到国内之后，他也是有来回馈了。哦，国内部分有还是了，我都回馈给红队了，都是你们拿走。但是你拿到金牌了，我在国内没有赢过。你是因为蓝地太久，你头发都蓝了。激动干嘛？我今天穿个红色，你那么激动干嘛？哦，搞个我还是蓝色的耶。对呀，哎呀，我的，这太巧了，真的是。所以你要赶快落发，因为你下次来可能是红队。你可以点红字啊。妈的嘞！不过那次既然这个东京之行跟是第一次跟我们黄金出去嘛，那次东京之行有没有什么最大的收获？来，包大哥先讲。哦，最大收获就是。坦白说最大收获可以讲是让我儿子玩得很开心，真的。你们很难得一起出国吗？很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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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也要假日他才能出去。嗨，我们黄金传奇让多少破碎的家庭重新。其实我们就是功不可没。你知道，人家包大哥的儿子，包大哥那时候很感动的是，儿子他在旁边一直拿水给他喝。我儿子出去还有酬劳的。
你们都不知道，他没有零用钱的。我说怎么那么孝顺，是为了钱出去的。你不要讲，他爸爸在前面跑跑跑跑向前，儿子在后面数钞票。爸，税50块。爸，税50块。不是，我是把他养成就是说，有做事情你才会有报酬，要付出。对，要付出，要付出，就跟你考试好，你才有奖学金。No pay, no gain. Yeah, yeah. 所以那次 ，No money, no body. 那次下来。不喜欢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要给他有这种功过还是要很清楚。其实这是我那也算是我第二次出国，出国哎、欸，所以出国 total 是我第二次出国，第一次不要告诉我是澎湖、喔，第一次在绿岛没有啦，第一次去美国，美国对，那第二次去是去日本。其实我觉得回来，我觉得最高兴的一件事情是，我可以跟我的朋友说。我在表参道上面狂奔呢，这是一种经验。就像我们去德国，是日本非常对对对，在高档东京里面表参道里面，我在上面狂奔，大家是一般人类可以做。对对对，比如说我们到德国，不是对镜头讲，你有没有看过宾士新 C 系列 CLK 230 Compressor 当计程车开呀？帅呀！国内是当个宝啊，在那边是计程车、啊，满街都是。不过这是一个出国的时候眼界就开了，然后有不一样的经验，可以跟别人炫耀。五年来呢，我们在日本呢可以说是每年必去的地方，但是呢跟他们一样，我们也有今年千禧年2000年第一次去的国家，那就是韩国 Korea。Korea。两位呢可能呢在这个日本之行呢、啊、这个跑得很惨。到时候我告诉你，韩国我们跑得更惨，因为我们在日本的时候还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对啊、我们到韩国那是这冰天雪地啊。而且跟我们去韩国的呢，有两位艺人可就不像两位身强力壮了。哦，真的吗？那两姐妹啊，也就是 Me Too 啊。哦，姊妹淘就对了。是啊，天寒地冻还要跑，那可是惨上加惨。哎，他们待会呢，告诉他们在韩国玩了些什么、啊？我们该不会惨遭整个魔手吧？好吧，这次呢，我们就先谢谢两位，好吧？我要谢谢，来，谢谢。高潮迭起，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黄金传奇2000精彩回顾》。哎，这一段呢，我们要看到的呢，的确就是韩国片啊。相对于呢，我们的位在隔壁的日本啊，可以说呢，去年是《黄金传奇》第一次到韩国，而且呢，这地方呢，竟然整个的天气恶劣的程度啊，比日本还要冷啊，而且这个天气之冷。就好像韩国泡菜一样，让人家永生难忘。哎，对哦，对哦。不过我觉得更难忘的是在韩国，我们玩了很多那种大型的游乐场里面的云霄飞车，有没有？有这样子转的，有这样子转的，然后有这样子转的。韩国迪士尼乐园那当然精彩了。我觉得是不是天气太冷了，他们平常没有活动，所以要找点刺激啊。没有活动也不要让机器动，自己动啊，机器动那么厉害干嘛？那个动得凶啊。哎，机器动的时候，你全身里头的胃都在翻腾呢。真的，对啊，好多人这样子跑到后来都已经快撅过去了。对啊，对不对？不过我觉得更印象更深刻的是，我们还穿那种韩国的传统服装。哦，就在他的韩国民俗村里面。对啊，哦，那一次很特别。哎，你穿韩国服装很好看。你也不难看啊。对啊，因为韩国的女生的传统服装适合那种平胸美女穿。那我真的啊，那我没有平胸。你看中国我们这种旗袍来说，那就要很凸显，对不对？那韩服就是直接这样，有没有？那我太不凸显了。对啊。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她那个裙子，女生的那个裙子不是这样，咻一泻千里吗？这样。那所以呢，天气很冷，我们还可以在里面加长裤，什么都看不出来臃肿。哎呦，真的是这样子哎。对啊，其实韩国的传统服装相当值得考究啊，你要从胸线以下就整个喷射出去，对吧？这里面，里面我跟你讲，说真的，我一个人人家都不晓得。你眨眼睛，你不很想躲进去的样子。好。现在我们就来看看韩国片的精彩回顾，来，请看。请看。韩国礼仪，韩国礼仪，就是要男生要给女生一包药，一包药，一包药就是形容她很漂亮、很靓丽的一包药。如果你觉得我们实在是非常漂亮，就有两包药可以。五包药，五包药会中毒。然后跟你们讲哦，我们有穿小裤裤哦。韩国完美。嗨。你家老公。好挫啊！你头发怎么毛毛的？你看嘛，他的基本母性的光辉又出来了。慢慢笑。
끝납니다最后一步。这里有很多种不同的泡菜，请大家来品尝一下。好吃哎！哦，这才看起来像是腌萝卜哎。好脆哦！这里面有什么？你刚才说这个日文，脆，香，哦，好吃哦！日本泡菜跟韩国泡菜最大的差别就是在韩国泡菜有放蚵仔，还有那个虾酱，还有那个高汤。好，先把这个什么呢？辣椒粉放进来拌一拌。辣椒粉，对，多少大匙啊？自己看，自己高兴。我们要试试看咸度怎么样。够了，刚好。好吃。不要再咸了，水里水。哎，我又忘了怎么讲。马西水哦。哦，好辣耶！我的皮肤都红了。用最长的把它这样卷起来包起来。一波油。放什么？姜。这个料比较丰富，因为很咸，因为把两颗白菜的料全部放在一颗白菜里面。哦。弄姜。心有灵犀耶。心有灵犀，哪个心？同心协力啊！同心协力。我们一下全部忘了。叫回来，叫停车！他真会叫倒车哦 ，Keep it five， 哦 ，Keep it five。谁要 ？Give me five。哦，谁啊？来 ，Give me five。哦 ，Give me five。哦 ，Give me five。真的会 Give me five 耶！来换谁？谁？来 ，Give me five。好棒！哎，熊掌虽然没吃到，他们也拍到了，对不对？好，我想摸一下熊掌啊。好，来一下，来吃掉。好，是哪？红，是另外一只吗？红，熊，这一只比较小。红，红 ，gre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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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现在就要喂他吃，就喂他吃的。好，我还有做就要喂他吃。OK。四道。四道。十八。哇，好棒啊！四道。Yeah。Stay up。Stay up。Stay up。Yeah。哎呦。哦哇！来再一遍来。哦哇！来，认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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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啊！在这里玩家，耍我们！王金传奇无与伦比。非常美味的韩国小吃，大家看到很多有这个。No！ Oh my god！
非常具有蛋白质的这个蛹喽。哎，各位同学，好不好？刚才我们是吃很多了，这叫我们已经把它敲昏才把它泡进去的，所以那个没有问题。各位好了，我们派出我们大将军来，大将军。小燕，接下来你辛苦了，好不好？啊，交给你了哈。哎，为什么大家听到有，然后就有如神助啊？对啊，对啊，对啊，那好像是第四只，对不对？啊？怎么会是我？那个不是，好，那这个我吃。好，不不不。算过关，因为可是因为他等于把他下一次的已经射掉了，要是射中，不过这还是要吃。我们招待是两只这个蚕宝宝的前身，恭喜啊，王妈，王妈恭喜啊！终于有了，我们已经吃章鱼了，现在又要我吃蛹，孩子们拿开来看看。哇，好难吃哦，嗯，可以吐掉吗？不好意思，哎，哎，特别厉害耶，小东，嗯，我真的觉得你好帅，哇，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哟，我只有脚，谢谢，哦，哦，来家去头都喊我脚麻利，谢谢你们。好吃哦，跟你讲，过来，过过过，吃。家里，互恁身体健康，赚大钱哦。慢慢吃，妈妈做给你们吃。好，阿公，阿公来，佳姐，佳姐，旁边点。来来来，真的亲。爹，有本事，两大把，自己开开。两大把，好。好，下一位。下一位狠一点的了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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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什么？旁边呢？你要管我？他们家他那么用力，帮忙帮忙！打断你就算了，今天不要拍呀！阿亮，醒醒，不要客气，尽量大力一点。哎，开始！轻点，轻点啊！来，来炸一下！快一点！我操！好听扣扣啊 ，I'm very sweet 啊，哈隆吹哨手啊，哈隆吹哨手，哎呀，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一样的要三次，没有啦，没有吗？没有啦，我干这两个规定的，来来来，你来，来，我们有八角鱼，哎呀，哎呀，王妈，王妈，还会动，还会动，还会动，来来，你沾那个盐巴，还有所谓的那个麻油，啊，这个。其实海鲜还好了，他会吸你的，吸你的那个，咬咬，好吃吗？他吸住我，真的。我们很久没有玩了，太荒唐了，我没有这辈子，神经病，太荒唐了，你都是真的，太荒唐了，太荒唐了，王八，哎呀，王八。我帮你抓八角。不要！哎呀，这一掌就吃掉。哎呀！来，收收看，其实刚刚你们吃的就这个。王妈很多事忍忍就过了。还好啦，如果想要罩杯变大，就把整只吃。哎呀，你懂吗？这边，水就头顶高高啦，就头顶高高，海陆水当当啊，海陆水当当啊，海陆水当当，来来来，海风吹到头啦，
弟最当当。啊，又出来。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叫惩罚，你也看不下去了。你觉得不想要这个在胃里面粘在你的胃上面是什么感觉？来，赶快，拿上去，吃，好，很好吃，发了。快吃，好，快点，吃下去了，好，就像海鲜一样的感觉了，咬就好了，好嘞。咬就好。好恐怖！欢迎我们的 Miku 小珍小米，大家好。刚刚看到自己在那个韩国的那个民俗村的那个画面哈，玩那个拳，然后那惩罚我们刚刚看到的很更恐怖、更恶心，那个章鱼居然还会动，凉凉冰冰的。然后那时候我不晓得它是死掉，可是我不晓得死掉还会动哎。对啊，只有脚而已，就还会粘住舌头。济州岛的民俗。可是很有缘的是，他们好像日本、韩国都跟小燕子一起。对啊，对不对？哦，就因为这样结为莫逆嘛。韩国就没有嘛，韩国就是你们两个，所以小燕子就负责带你们的这个照顾你们的责任。刚好妈妈没去，好，妈妈没去，他们玩的可疯了。三姐妹玩疯了，怎么叫疯了？来，有图为证。来，这张就是我们那天韩国的时候，我们生日，我们吃完火锅。哪三个是小珍、小米、小燕子？看出来吗？哦，不对，左边吗？哎，不对，中间吗？不对，这三个都不是。结果答案这三个，这是小燕子，这是谁？我们脸上是小珍，小珍，这是我。变装啊！所以那时候就玩游戏输了就化了。我那一次在韩国刚好两位生日嘛，所以那天晚上玩特别的嗨。对，玩了些什么？吃完火锅之后，玩就是玩游戏，就是玩丢复刻牌，然后捡猜。手上谁的比大比小，我们玩比大比小，那输的话就要惩罚。我们可以要求他说搬椅子跑来跑去，或者是去跳钢管舞啊。哦，等一下，这个对啊，成人哥帮成人哥洗脚，但是你输的人，我小珍帮成人哥洗脚。那郑国成还在房间里打牌，是他那个打得莫名其妙，脚伸出来，他就两脚很自然哦。我继续打。最好笑，等一下，最好笑还是成成哥还穿那个下面在洗，上面在碰。等一下，成成哥还穿那种很怂的那个睡衣啊，睡裤，白色的，对，然后还说莫名其妙的脚还要伸出来。好自然。请问郑国成的脚洗起来感觉如何？哎呦，能够不碰就不要碰。其实这一次啊，我们在韩国，我们玩了几个很棒的，去那个民俗村，有没有？我们感觉到那个服装。还有那我他们的这个以前女孩子不能出去玩那个荡秋千跟跷跷板，对，戴那个帽子很重的这样转，甩那袋子，那都很有特色。好，这个呢，我们这个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两位 ，Me Too， 好不好？谢谢。谢谢。香港啦啦！哎，你怪怪的，你是不是最近比赛输怕了？谁输怕？是黄韵传要去香港了耶！什么？我们要去香港？那赶快存私房钱去 shopping。哈哈，我留着大肚子去大吃大喝呢。哎呀，我可以去海洋公园坐云霄飞车了。我要坐东方明珠去游船河。还可以去太平山看夜景。哎，别走了，赶跟我们去黄金传奇香港寻宝之旅。这美丽的香港啦啦，香港啦啦，香港啊，香港，香港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呢？雄伟的跨海大桥，名设计师的华丽建筑物，除了让你不停地按下快门之外，想想藏在这些建筑里面的宝贝吧。Yes， shopping， 哈哈，眼花缭乱的高级百货，让你抵抗力减弱；物美价廉的平价好货，让你心跳加速，执迷不悟。手痒了吗？赶快报名黄金传奇香港寻宝之旅，报名专线02-2357-2211，让你尽情游戏。Yes， 黄金传奇，欢乐无敌。嘿嘿，你们现在回答的是黄金传奇2000精彩回顾。我们呢可以说的这一次啊，从这一段开始，然后我们要回顾的是我们可以说全体上下目前幕后工作人员演艺同仁最喜欢的国家加拿大。Canada。去年刚过完年呢，我们马上呢整个大批人马就开拔到了加拿大这个地方。蛮冷的。除了再度拜访了我们可以说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 Vancouver 啊，温哥华之外呢，我们第一次踏上了我们的温哥华岛上的美丽的维多利亚。哎呀，说到维多利亚，人家说是花园城市嘛，对不对？
哦，说到这个维多利亚岛的话，你就让我特别怀念一个地方啊，就是那在那个旧英国村有一栋维多利亚式的饭店，叫做皇后饭店啊。记得有一段路，我们在那边演那个什么下午茶，罗密欧朱丽叶那个。对啊，然后最后的惩罚居然是喝他们那个下午茶，嗯，多棒啊！要不是录影太赶，真的很想一个下午就耗在那个地方哎、啊。真的是惩罚哎啊！就让你看，吃一下再叫你走，真是惩罚。房间也很奇怪，有的惩罚是那么的恐怖，有的惩罚是那么的棒。但也是惩罚，因为不让你吃就是惩罚，嗯，对不对？嗯，你想到除了在那个地方，我们还有去一些其他地方啊。你提到维多利亚，想到的是那个很优雅的下午茶，嗯，我想到比较不一样，哪个？我想到的是一个这个老爷摄影店，一个基本上像是我说真老爷啊，你是得了老人痴呆症，像是古迹的地方，那很有趣啊，有趣，对啊，因为那个摄影师也很特别啊，他所有的道具、服装通通都有，有没有？然后大家都莫名其妙，天气那么冷，突然到那边衣服被扒得光光的，穿的那个什么西部牛仔那种辣女郎的那种服装。哎呦，还有的像好像小康他们还脱光了，这样躺在浴缸里。啊，真的吗？是啊，这气势很大、啊。完全要照模仿那个旧时候的那个照片，维多利亚时期。所有的那个样子翻版这样拍一张。整个场景可以说呢，就感觉上就是拍 AV 女优的时候那种场景。小小的一个空间啊，里面又有浴缸又有床啊。然后还有人拿皮鞭吗？这不是重点。对，这重点是我们牺牲太大了。对，我牺牲非常的大。什么个大法？什么都没有穿。好，来看这段精彩回顾。这个，我还有魅力嘞！我腿没那么长。二三先生，谢谢，谢谢。come on， 哎，等一下，先生不给我们跑两步了。哎呦，你把自己弄这么忙干什么？你可以告诉我。慢点，你不要那么用力了，你不要那么用力了，轻一点，轻一点。你不用吸了，省得你不用吸了。好了，可以，这样就可以了。好，可以。不要动太大力。对着镜头讲话都不会掉下来。慢点，不要吸啊！来。我们在美容吗？可以。真的。可以。过关。哇，打自己打嘴巴哎。不错。哎呀，还在。May I help you? 他刚刚我问他，他吓到了。What are you doing? Yeah, it's a TV game from Taiwan over here. You know? What's your name? Harry. Yeah. Harry, yeah. 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双方的仇恨比那黄金传奇红蓝两队 Blue Team and Red Team 都还要更深刻。在这两家的仇恨下面，就有一对恋人坠入了情网 ，fall in love。这个演绝望的八旗的罗密欧，他的腰间的那一把小刀，罗密欧，也不错，他竟然死了，怕痒。罗密欧，如果死了，我也不想活了。死了，我不想活了，直接刺入心脏。这边是维多利亚唯一的一家的都在动啊，充电，而且他们这边学校很多嘛，他们把这边当成是博物馆，然后昆虫的一些教室，那边是他们帮蚂蚁做一个活新生的他们的窝，这是我们家的水管，就像可能是像这样，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能住啊？
哎呀，来来，干嘛吓我了？你干嘛了？啊？对对对，去方向。嗯哼哼。是方向，你看他向，方你方向向。嗯哼。东嗯东西嗯西嗯西哥红脚舞，第一个字南西哥墨墨墨墨西哥红脚舞就啊哦呦，这个就厉害哎，你那个虫一直掉下来了。我想说你站不过要给你吃那个，不快乐。怎么样？几个字？几个字？四个字。第一个字打。打打打打，啪啪啪，打打痛巴掌，韩国韩子巴掌，八八八八，第三个字八八掌，第二个字是八，第一个字是八，好，第二个字像第二个字，摸八左，摸加，东南西北对不对？北南西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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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发现蟑螂！发现蟑螂！不要忘了，会就是拖跟圈嘛，快点了，不过就拖跟，不过就是穿衣服。哎呀，刘明，哎，我的表情是什么？就反正就淫荡一点就好了。一条再一条跨过。好像猫那个什么兔女郎。哎呦，好棒哦！这手表，我到，小心啊！到那边吧。你们太扯了。本来在那里啊。再过来看一眼。好，行吗？好。OK， 一二三。觉得这个好重。代表我十二点。你想不想穿？你穿什么？我不就穿什么样吗？好，告诉你什么都不用穿，来，这是你们这件。不会吧？你来，我穿太多了。成熟要被绑住，手双手上去，然后你还拉着，你拉着，你的右左手拉着身体。左手拉着身体，这个是这样，这个是这样。哦 ，S N， 没有 ，S N， 你右手拉皮鞭，左手拉的。我在无限的看他这个。对啊。There we go。帽子帽子 ，hat， hat， hat。走开了，走开了。哎呀，你是你是你是你。就准备开花，一二三，好，走。一二三，你的三，我那图还没转过来，你看到？好，没关系，可以，可以，可以。好，好，谢谢 ，Thank you。姐，你看那个被子。啊，正常，正常。来，没关系，还有下一次。来，你趁我手被绑住，摸我的零头。是美丽的香港啦啦。哎，你怪怪的，你是不是最近比赛输怕了？谁输怕？是黄金传奇要去香港了耶！什么？我们要去香港？那赶快存私房钱去 shopping。哦吼，我留着大肚子去大吃大喝呢。哎呀，我可以去海洋公园坐云霄飞车了。嗯，我要坐东方明珠去游船河。还可以去太平山看夜景。哎，别走了，还跟我们去黄金南极香港寻宝之旅。The美丽的香港啦啦，香港啦啦。到香港来，你想怎么玩？搭乘电车悠闲的玩，还是追逐明星刺激的玩？也许你想排好行程，吃喝玩乐通通来一遍，随便随便，你想怎么玩，通通随你便。不过呢，想跟咱们玩，哎，就不能太随便了，因为黄金传奇的大批人马，加上曾公还有王妈，已经准备好要出发，赶快报名黄金传奇香港寻宝之旅，02-2357-2211，跟咱们继续玩到2001。
金传奇，不看可惜。欢迎收看《黄金传奇》2000精彩回顾。晨晨，你怎么变性了？有吗？你怎么缩水变这么小一个？是的啦，今天呢，就是这段呢是由我们来主持。没错，我们终于趁位成功坐上宝座了，好不容易得到这个主播，哎，因为平常露脸的机会实在太少了，所以今天应该快露脸，快露脸，好一点，尝试。其实啊，今天我们所要介绍这一段呢，当然是跟仙子有密切的关系哦。嗯，没错，因为我们现在介绍就是《黄金传奇谜面篇》。没错，《黄金传奇》啊，从到2000年底为止，你知道多少谜面吗？多少？已经有1900个谜面了耶！哇，我1900个，那可以说百科全书哦。没错，而且啊，我们这些不只是有谜面，连我们仙子出现也要想绞尽脑汁去想办法嘞。对啊，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在《黄金传奇》，除了我们仙子跟工作人员可以知道。以外，其他人都不知道谜面是什么嘞，所以呢，这些艺人都得看我们的面子哦。好好好，其实真的他们不晓得，很多观众会觉得说，哎，他们是不是套好招？其实没有没有没有，他们是真的都是现场才知道的。嗯，不过这个解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没错，我们都知道是现在是还未出点小题啦。哎，小绿，那就说说看吧。不要再说了，我知道这一题一定是君佩特地为我写的，因为有一次就是在那入本的时候。就是军配看的景，然后那时候很紧张啊，因为最后他们就出来叫我在那个什么，在那个 Sunshine City 的时候，然后他就是叫我出来解最后要 key 点，但是那个拼图就拼不起来，我还以为制作单位做错了，就很紧张。然后军配在旁边很生气说：“咔咔咔咔咔，小绿你都没有看哈。”这样被骂了，被骂了。可是其实说到拼图，你一定也有，也有，少来了。就是在那个拼图的时候啊。因为事先我们没有看好那个拼图怎么拼嘛，所以呢我就把它画在手上啊，想说我已经做好小抄，有万全的准备。好，可是没想到出来的时候因为太紧张，流手汗，整个糊成一团。好，好了，我们不废话了，很快我们来看我们精彩的 VCR。好，来，不便宜爱上它，就是很贵嘛。特爱太太什么太来，爱上面有个。要他的上面特爱太太太太，我还是不懂哎，为什么你都挤得出来？不要便宜的泼一样，对啊，不要泼俺板不便宜，潘太潘太先生，对了，便宜把那个宜拿掉哦，啊对了，红色是北，红北，红北，蓝南南西黑西黑，说话。黑色的西，黑西，不注意点呢？俺男的上面是呢？你说这个就是上面？啊，对对对对对，这上面就是用它的下面。对对对，用它的下面。用它，这是旁边用我的。这是旁边三声呢呢，这是呢，这是一呢呢一对北三声三声北。先讲，然后这个是蓝色的蓝。了蓝色的蓝上面了，好好了 ，A 黑红二声雷鸟，有雷鸟雷鸟突击队雷你的雷你，它有雷鸟公园，这应该是因为凹下去加一个凹，对了雷鸟，走吧，帮不上都下去，帮不要上面，抓走一只，抓走一只只。帮不上了，上面。波乌阿巴，波乌阿巴，哇，那应该是念哇哎，哇不会，靠呀！天灵灵地灵灵，黄金级独立令，有请金仙子。其实这个是特这个字，特特对不对？然后它的旁边不要，对不对？然后别掉嘛，所以它旁边不要啊，然后加上轻声，所以是不是特特对不对？那这个注音都出来了，那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这个是昂。的挖特，所以是什么？昂的挖特，还是蟹啦？他们在那拼，很棒哦！我们刚才还考卷猜题猜中了，叫海底世界，好好吃哦！吃饱了没？好，一口就好了。可以了。好，可以了哈。嗯，走了。走。行吗？可以有没有？不要吃了，赶紧走快。走了，来注音符号改来，如日午变人，对不对？变人，所以熟变神，然后这个
关，这个不是山吗？山变身，所以安变恩，高乌恩神功，神功三个月又七天，三个月九十七，三个月又七，是这样子的意思吗？三个月的话就等于是一季，对，一季嘛，对。一季又一个礼拜，一季又一个礼拜，祭龙居衙门嘛，我在行的中间，有没有？把走中间，把间去掉，不是门吗？衙门。哎呦，最厉害了！哇，那陈真怎么这么聪明啊？哎呦，看完了精彩的解题之后，你是不是觉得不上傻？对，我们就现场再来给你解释一下，好好的分析一下。来，嘿，首先呢，这个就是刚刚我们在 VCR 有看到的哦。嗯，一定觉得这个很奇怪，怎么解呢？对啊，一个是色块，那一个又是这个字形。其实啊，这个很简单，因为这边呢，我有个正解牌哦，给你看。对，这个呢是蓝色的，所以我们就取它的上面，因为它在这个格子的上方。然后呢，这个黑色在下方，所以我们就取它的下半部。那红色是在它的旁边，所以我们就取它的旁边升幅的部分，所以就解出了这个是了 A 雷。然后呢，再来下面这个，因为这里是一个凹字形凹槽，所以呢，我们就解出这个上面蓝的上面是呢，那下面是一西的下面。然后旁边呢就是它的升幅，再把凹合进去，所以就变成鸟，就变成解出加拿大维多利亚的雷鸟公园咯。哦，雷鸟公园，来，我们再来看一题，哒啦，就是晨一直喊靠腰的那题。来，我们来看这到底怎么样呢？因为它这是帮不上，对不对？我们就是帮的上面不要，剩下昂，然后兜下去，对不对？下面去掉了，剩下的。然后来再看，抓走一只，要把这个枝抓走啊，就去掉啦，剩下哇，对不对？然后这个特旁边别掉就是要去掉啦，然后再加上一个气声，就变成 underwater。你以为这个是中文吗？答错了，它叫 underwater world， 其实是英文题。真的是世界，没错。好，这一题呢，刚刚也出现在 VCR 中呢。这一题看起来好像看不懂它的逻辑是什么。其实呢，是两个人吗？不是人名啊，它也是个注音题。其实呢，这个看到这个逻辑就是，熟如这个注音写出来呢，也就是诗变成日，下面不变。那么我们就看到下面这个字喽，人原本是这样子，那上面日变成诗，下面不变，所以就变成神。那旁边这个就同理可证，就解出了这个元素的神功桥喽。神功桥，再来，来吃饼干吧。哎，有零食。其实不是的，常常在这时候你会在这上面得到一个提示，这提示叫什么？吃完就可以过关。吃什么啊？其实不是要吃完，它是要吃加上玩变成船，然后就解出在日本的船的博物馆哦。好，接下来这一题呢是空格哦，这一题不是注音题喽。其实啊，这一题呢是个文字部首题哦。现在你看到呢，像户的部首呢就是二部，船的部首就是人部，那这边用的甩的部首就是用。然后掉的部首就是手，所以呢，下面同理可证喽。这个降的部首就是耳朵，然后骑的部首是方部，寻的部首是这个怪怪的东西，然后银河呢就是火部，解出来就是内湖的防灾教育中心。哇，讲这么多口都渴啦。对，你以为这个就是这样这么简单，只是做那个文字游戏而已。怎么可能呢？黄金传奇1900个谜面呢，怎么是这么容易过关的？不是这样子来的，他们还有什么什么立体的啦，什么拼图的啦，还有什么什么画在肚皮上的，对，仙子的肚子啦。拉面呢？对呀，拉脸。班主拿出一个鞋子的那种啦。哎呀，太多太多了。那我们不多说，就来看我们精彩的回顾吧。来，给我们的提示哦，看好哈。干嘛脱鞋啊？来，鞋干嘛？队长，还没讲，还提示还没给完呢，快点啊！你拿着这个口对着我干嘛？哦，啊，麻烦你那个顺风逆风一点。哎，你真的是顺风哎，是他们倒霉。对，闻个两次吧。喂，你到底要不要提示啊？干嘛啦？哪有这样子落地级的关系？
等一下啊，这个谜面啊，这谜面不是我们出的，是我们东华大学的学生所提供的。东华大学，你们这不是我们出的哈，滚两次啊！滚！我们给胡海的会计大积木。滚两次。一定跟文有关。哎，文学院嘛。是吗？对呀，因为文呢。我跟两次有什么关系？文学院。文靴子的靴，然后二声两次嘛，就文学。哎呀，来，嗯，有道理吧？对，哎，好，结果吓死了，四个打，对，他真的打我耶，他真的打我，对，不哭了，四打，打头，四个打，为什么要四个打？大头贴四声嘛，是啊，哦，大对对对，然后大 OK， 来看着我们那个关主，看着我，他开始脱衣服，站在我身上，关主要脱衣服嘞，这个样子啦，来，跟我做这个动作，好，来，起，干嘛？健美操啊，三，好，三下，对，三下，这是明面。三蹲，华侨三村啊，健谈三，十全排骨汤，十全排骨汤，耶，因为它有全呐，它有全，然后我们全部加起来有十全，十全排骨汤，打开，恭喜你们过关喽，谢谢，打开这一定开过，你看吧，先吃一个。嗯，好意思哦，吃完就可以提示。嗯，看来我又不在我边吃了。哎，我要水。吃完它就有什么提示啊？哎，比烫的啊，烫不离袖兜吗？地还没有啊，要不要用金仙子？你来，这边。好，这边。来，对，黄金比例，邀请金仙子。这是啰嗦。gay 呢？这一张吗？怎么样？吃完就可以得到提示。怎么样得到提示呢？吃完嘛，那吃的注音什么？吃加上玩的注音是不是？传的歌曲吗？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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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不要，后面。再写了一横，先写的一撇，再写一横呢？这样子啊。一撇一横，你们可以写在别的地方吧。习惯了，不写。哎，这口干。哎，这干什么？不是，还没有其他的提示了吗？还有吧，这样就还有吧，就这样上面还有吧。那下面呢？没有上面有没有？这两个算不算？不算，这两个算不算？啊，不算哈。我们要直落二 ，OK。先写一撇，再写一横，很屌哎，这题目出的。好，嗯，要不要用金牌啊？停，黄金努力，有请金仙子。其实呢，这个是写在附录上，对不对？那么先写了一撇，再写了一横，那运再再加上附录上，所以是运附。Yes， 黄金传奇，精彩可期。收看《黄金传奇》2000精彩回顾。哎，怎么又是我们两个了？因为我们真的篡位成功了。也没有啦，其实是哦。对，我们还有一段是跟我们仙子很有关系的。对呀，什么跟仙子有关呢？除了谜面之外，就是幕后大车拼喽。嗯，幕后大车拼，其实这非常的很好玩哦。像我们平常出国啊，一次就可能去10天啊，或者十几天啊，是这样子，很长很长的时间。你说平常可以去逛街就算了，万一到那种那个离市区很远的那种黑啊，那要怎么办？我们到底是怎么过的呢？我们到底是怎么生活的呢？晚上到底夜生活是怎么样的？
还有啊，其实像去年我们也经历过很多不同的灾难，不只是好玩的，还有很惊险的。譬如说像我们广州之行啊，遇到大台风，然后又什么人事的问题啊，机器也出问题啊，对啊，哦，还有啊，就是去年921啊，九二一大地震，那时候我们也是在新竹，刚好是在录影这样子。哎，还有前阵子我们在汐止录的时候，也是刮台风的，你想看汐止淹水的地方哎，哦，我们真的是跟黄金上山下海了呢，好可怕。其实我们讲那么多，观众朋友是体会不到那种辛劳的，赶快来看看吧。没事，终于来了，我们耶，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张了，这是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港澳台视办公室，6点在公司集合，6点半出发，非常的认真，非常的紧张，非常的谨慎，为什么？因为大陆这个地方非常的小，那这边就要麻烦借我非常谨慎，要面对这次的广州之行。6月10号一大清早，大家从台北搭飞机到了香港。离开香港约1个小时的车程后，我们来到了文锦渡口岸。看到我们手上准备好的台胞证，还有这些入境登记卡了吗？哈哈，刚刚已经从香港出关了。我们又出来了，因为里面还在开会，看要不要让我们通过，因为我们东西实在太多了，人也太多了。集合嘞！哎呀，几经折腾还是顺利通关了。年轻人要有耐心。还要花1-2个小时进入广州？乱讲他，然后没有塞车1-2个小时，有塞车的话可能要4-5个小时。这凡事呢不能太悲观，但也不能太过于乐观呐。谁想到这摄影机会临时故障，得大卸八块，彻底检修一番了。难道连摄影机也晒昏了？太阳好大了，要不要吃太阳？撑不住吧？什么画面？在祈求好兄弟帮忙之后，哎，机器的问题暂时解决了，应该可以开始录了吧？这谁知呢，在一旁虎视眈眈的公安们以申请程序不符规定为由，嗨，出面制止，一声咔之后，大队人马只得移到另外一个场地继续做开场。当然，这一切波折，观众朋友在目前是看不到的。而大车拼忠实的报道这一切，只想告诉各位，在这儿真是不好搞呢。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哎，先生呐、啊，你这样吃，哎呦，好像很面熟的呢。看你这样吃事不关己哦，很不近人情呢。人家正在努力唱歌，拜托你好不？你也投入一点嘛，小心被点名哦。2,700多个，2个人换了600，1个人换700美金，不晓得怎么花，所以他不想人了。来了，快下吧！被钱买起来，感觉太爽了！3个字，爽。呆呆。这一张是10,000块钱。发现一个怪怪的东西。不要倒了，倒不住了。就是这个。麻将桌，哇，专业！竟然还可以从台湾带过来，我的老天！没有，不是，这个叫做活动中心的道具，它是一个俱乐部。你买了？等一下。太好笑了！啊啊啊啊啊啊！谁抢买了锅子？我的天哪！为什么你这么酷，竟然来这买锅子带回去，而且塞不下行李，一定要用手吗？自己说明一下，快，给我观众交代一下。妈，我买了。Yeah.
please. STV. And the first, we have the winners tonight, Lake Chini. Lake Chini. Live on girl, this is right.越疯狂的地方，俱乐部每晚都有惊喜上场。今晚月色特美，气氛特佳，生日 party 热闹上演。今天呢，帮一月份的人庆生，来起来起来起来！来，空中友，祝你生日快乐！生まれたら震える指で声で伝えなきゃ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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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love, love 溢れ出す love, love, love 裸の言葉だけ連れて行くよ届けよこの歌を大家真是给他有情有义啊，特地包两台小巴士到阿里的霸王店，哎呦，好好的给他捧个场，到时啊免得生意不好，砍拖打给我来搞关。
哟，你看这阿丽多开心呐、啊！这么多的朋友来热情赞助，真是感动呢。我要先看到一个年轻人在创业，没有尽到心血，活该废话那么多，好吃的霸王都被端走喽。金主讲说，今天除了吃霸王还可以喝汤，要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天哪，怎么那么挫呀、啊？客人都被吓跑了。霸王西施吗？不乱讲，你是霸王东施。霸王两个，霸王两个。吃饱了喝足了，大家照张相纪念纪念，顺便当成证据，到时候可别说大伙儿没来捧场。阿丽，谢谢啊，谢谢谢谢，乐色麻烦你。Yes， 黄金传奇漂亮出击。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精彩回顾。没有错，光是我们两个聊怎么过瘾呢？对，所以我们要介绍两位特别来宾。首先来第一位，旁边还在聊天，闭嘴。对，安静安静，就是重量级、超级重量麻烦的关主代表。威能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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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威能。第二位呢，就是我们我们这个要好好的给他膜拜一下，真的，因为这个我们完全是靠他。可是我今天被画，大家说好像被打哦，不是被打吗？我不知道。这位郑重介绍，铁达尼号专业彩妆师，也就是我们的霸王西施化妆师张景如 mini， 败家超级刮照代表。这么多东西到底是谁的啊？那我们先请那个重量级、那个麻烦的威能先介绍一下。这是什么呀？沙子啊。沙子哦，我看不出来这什么东西。这有看不出来，这有什么值钱的啊？这是我们刚刚说那个重量级的那个吗？这个从我们去澳洲第一年，雪梨。低频沙子，那个黄金海岸有没有？黄金海岸沙，我有带回去。很多鞋我都有登记哦，1997年开始。欸、可是我的发霉了。沙子发霉了，你一定没有晒干。那就玩上瘾了，就低频之后就玩上瘾，之后就开始，只要出国哦，就是开始。就是拿罐子啊，不然就是我没出国的时候，就是找同事啊。哦，对啊，就常常看到那个购玩啊，就很可怜，那边在路边那边捡沙子，还要去找干的那个。可是你第一瓶装的动机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去想到要做沙子？不是那个雪梨那个黄金海岸那个地方是那个沙子真的很漂亮，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其实它的沙子很细。好，那我再介绍这瓶那个黑沙，你看我们去巴厘岛。哇，哎、欸，这个很热。对啊，那里面还有亮晶晶的。里面还会闪闪。啊，我都没有去到，可惜。然后还有一个人家说一定要我讲的，就这一瓶。是贡丸在收的时候有收到狗屎大。不是，就是那个泰国那个北壁府有没有那个桂河大桥那个、啊？不是一个铁轨上一个整木就有死伤很多人。哎，在带音没？很冷，很冷，练练练。来，我们那就来看一下败家的买的值怎么样个买法。来来来来，帮你介绍一下。哇，最开始首先看皮箱就知道了。这个是我的最爱，这个像这一卡皮箱哎，在那个澳洲买的，那上面有很多贴纸。其实我是受宣纸的影响了，我看它那个上面，可是它现在上面还是一样4-5张而已，然后我已经超越它了。暗器，可是我觉得其实哈。这个比较可观啊，这个这个不用钱，可是这很有价值，而且是不用钱的，对，而且这个才大概1/3哦，其实这个是我们黄金传奇的每一位工人的心理牌，好，怎么那么就是这样，哎，好多钱哦，其实这也是我特别收集的，世界各国的钱币，对对对。而且到现在都一直有在持续着，就是现在工作人员也都有在持续在，对。其实我知道有人收集的比我还完整啊，可是就他一个啦，我是第二。我跟你讲，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个，你看这是当世界各地，这哪里重要？这真的这很有纪念价值哎，这是世界各地的那个徽章，我可以做见证，他们真是疯狂的到处去找这个徽章。对哦，这还只是我1/3哦。其实我看了这么多东西，还是搞不清楚在哪个地方当时发生什么事。所以最重要的嘞，还是要看照片。照片，快点！哎 ，Vivi 不要点头了，赶快看你收集品。好，这个呢是很久以前到现在的，然后
这个啦，那时候在泰国的时候，那时候好单纯哦，然后又很天真，很复杂吗？就是三个很无知又白目的少女。威能不要再挡了，威能，你看那时候那么的瘦，在下面那一张，好年轻，瘦好年轻，那头发看起来好欠揍，真是够了。你看他脸那时候多尖。哦，现在现在肥子不止这些哈，对不对？还有别张，对不对？我们再来看一下别张，别张，别张。导播，我们来看看最清楚的照片，看看当时的 Vivi 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形。哇，这是第一次出国去，简直是不敢相信。Okinawa 的时候，第一次去 Okinawa 跟主持人合照。可是我觉得你是比较那个年轻，我觉得你现在越来越漂亮，大家都这么说，是大明星了。然后我是小胖，可是那个晨晨好白痴，我该说些什么呢？没有办法形容。那再看下一张，我想赶快再看下一张。又在哪里？又在哪里？不要谈了，我们跳过，换下一张。还是我？其实也没有比较好啊。泰国还是马来西亚？这个泰国是我第二次跟黄静出国，那时候还非常超级肥胖。那时候短发，对那个脸直接圆的跟什么一样。哎，还有吗？还有下一张。哦，这个是去香港的时候，对对对。Vivi 你太胖了。哎，不会啊，两个台东人。他现在 Vivi 的头发越来越长喽。对啊，渐进式。好，下一张。五年了，这不简单。真的，有贵啊，真的贵啊。那个日本豪斯登堡的时候，就是晚上大家都无聊没事做的时候，哎，其实敷脸呐。对啊，你知道，我觉得大家在飞机上也是会这样敷。我这次去德国有帮大家拍下。烫睫毛啊。Vivi 美容院又开。对对对对。美容院，这些都是我们回忆。我们每次出国晚上都会有一些特别 special 的活动，不管是逛街啊。不过我觉得这照下来很多很好玩的事情哦。就像我第一次去法国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就很高兴在那边凯旋门这样前面照相，哇，照相！一会儿就洗出来，后面有三个人在那边给我耶耶耶，就是那个三号机的那个阿宾啦。可是这还是轻的，因为那个一个叫惠蜜的他更惨，在澳门，我记得在澳门的时候，就大家在彩排啊，那大家都在忙嘛哈，就。他们也是摄影组，摄影组哦，摄影组真的很可怕，对，那三个，对，他们就会把那个惠蜜的相机偷起来，然后就去照那个。我们那时候是在有在进餐的地方，照那个大白菜，还有那个鱼，还有他的餐具，哈哈，对对对，所以摄影组千万不能得罪哦。结果那个惠蜜一洗出来的时候，我怎么有这些东西？这是什么？很惨，他们真的很。还有一阵子哦 ，Vivi 是没有脸的。哈哈哈这样是代表他人缘很不好吗？一二三，耶！可是照片有一个好处啊，就是洗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找到证据啊，有谁有谁有谁啊。嗯。可是找到又能怎样？其实也不能怎样。威龙也有，我记得有一次我跟王妈这样子，他竟然在那个小咔咔脚还可以这样，还可以耶！哦，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讲完照片啊。其实最劲爆的还是我们看到 VCR 活生生血淋淋的动态的比较好看。来来，我们继续让大家请欣赏。哎，你们为什么要走啊？哎呦，很好看的，快点留下来。没有，因为这一幕哦，是我们在北海道那个时候是86年的时候，大家都有点丑。走啊！我再见了，再见了。精彩的。接下来这一段精彩的回顾画面呢，是黄金传奇4年前远赴北海道录影的庆功宴实况。哎呀，您瞧王妈呢，当时还是长发披肩哦。不，这是谁呀？哎呀，看着晨晨4年前的模样，可是号称北泡泡又咪咪的清纯美少男呢。哎呀，看看你如此大啖美食的方式啊，原来啊，现在这副雄伟的身材是从4年前就开始打底了。哟，这些看起来有点熟悉又有点变样的脸孔，嗨，各位观众啊，这一段黄金传奇最近刚出土的珍贵画面，可是会让荧幕里的人尖叫，荧幕前的人狂笑，千万不要错过这段4年看一次，一次看4年的精彩画面。右脚，左脚，左脚，右脚，右脚。Oh,
哎呀，黄金传奇这五年来的精华啊，和千禧年呢非常非常好看的内容，今天做了一个完美的回顾。是啊，我们要感谢所有的朋友。哎，这五年的回顾，相信啊，其实呢它是一个起点，也是呢为另外一个五年做暖身。当然我们也希望在未来不管五年啊，或者是每一个礼拜天的这个中午，所有的这个朋友们都可以陪伴我们，然后当然黄金传奇也是一路陪伴你成长的一个好伙伴啊。是的是的，就是阿妮了。如你这个时间没算得哦，好，我们是午间那个午间那种台语的播报新闻节目。是的，如你的节目可以说这五年的时间小孩都会跑了。而且、啊、你小孩还没出生呢，所以如果有加油，如果有小孩的话、你看你小孩都出国了，真的很能跑了，好好照顾啊，一不小心在国外出家了，什么话呢？好，但是五年呢，可以伴随一个国中生都可以念到大学，对呀、所以说呢，这五年事实上呢，陪伴每一个欣赏黄金传奇的朋友一起成长，对不对？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呢，丽玲呢，在这边就要为大家点一首歌曲，小野丽莎的《Pretty World》。Pretty World。因为这首歌呢，其实我觉得，它就在讲啊，一个美丽的世界，其实是要大家一起努力携手来共同创造的。就像是所有的观众、忠实的观众朋友，所有黄金传奇幕后的工作人员，还有就是我们两位。跟大家一起携手创造这个美丽新世界，也就是我们的黄金传奇。是的，其实啊，这个五年到了啊、对于未来的黄金传奇这边呢，插播一个感受，未来希望有所改变。插播，来插姐，我们希望观众朋友呢，给我们一点这种建议，你们想看到未来新形态什么样的黄金传奇？我们想看到晨晨的小孩会跑。没有可能吗？怎么会不可能？未来的五年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哦，哎，腿没断的都会跑。我们希望的黄金传奇未来有更新的这个视觉的冲击，当然呢会有更新的视野，然后提供给大家更新的选择。非常谢谢大家五年来对黄金传奇的热烈支持，谢谢。也希望大家继续收看这样美丽新世界，来欣赏这首歌曲《Pretty World》。拜拜，拜拜。